阿弥陀佛，大家午安！各位菩萨、各位同学，大家午安，阿弥陀佛。现在同学已经不是我的学生了啊！我们自从决定要离职之后，就不再有所顾忌了啊！就我们完全凭我们良心做事。这几天我在忙什么？尤其这两天，尤其昨天一天看了一天的鬼电影啊，恐怖片呢，突然想到，你看《红衣小女孩》，我的观看记录嘛。啊，哎，这是什么？哦，中邪啊，红衣小女孩。哦，昨天晚上看到2点。哎，所以你们学的又文学干嘛？我以前也看不懂啊，现在完全都懂了嘛。它其实还是借那种，我们是用文字文学来表达，他们是借由电影来表达什么一些人生的哲理或道理嘛。哦，啊。那你看得懂，他就知道他在干嘛。你看他里头最常碰到一个什么？你看这几部片，刚刚推荐给大家，你们进去看。我是最近收到远传跟我讲 Friday，因为 Friday 是远传的，提供30天啊，免费观看。你看哎。我是没有消费了，可是我已经设定发票捐给爱心厨房啊，正德爱心厨房也好，好是923啊，捐赠代码就很好记，123把一改成九嘛，啊，或者救那些饿的，而且善假郎，救23对不对？饿肚子了，善假郎啊，台语的善假郎就没得吃了啊，我不知道台语哪个字啊，所以是盲点我也找不出来啊，善假郎，我就用。吃人看看，吃人去啊！假狼，他是假狼是，哎，善假，真的是善哦。哎，穷人竟然用善善假假郎。善假狼，这个善我知道，我也可以解出来。意思大概为什么善有贫穷，就是零用钱的零啊，零散。啊，就表示他有一顿没一顿的，不像我们固定三餐都有的，只是可能就是这样来的。啊，为什么善？然后带来财富善呢？对不对？我们说妻离子散啊，家产散呢，也是有这个关联，都是表格原理。哎，是给各位宝贝哦。我讲来讲去还不是我这两大心法，表格原理什么七心大法的，嗯。这里应该要写一下表格原理，我这里再补一个哈。然后啊，这是一个图片哦，还得回去改。那我在这里加一个方块就可以了，叫表格原理。要注意这些看似不相关，其实是相关的啊。所以苏格拉底那句名言其实讲的一样的东西嘛。我唯一知道的只有我是无知的嘛。看起来你好像什么都懂，其实还早，是不是？我们就用鬼片的血红色来表示吧。嗯。啊，其实要表达就是一种表七心大法，其实要讲的就是表格原理。不要以为不相干，其实有相干。可是七心大法主要是提供，就像星星、流星一样，让你要会流动。啊，表格原理是提醒你这些东西，看似时间和空间不同，它其实都有内在、内里，甚至我们说潜意识的关联性。哦，对不起，佛号忘了关小声。啊，九阳神功，是。啊，你看那些影片也都是啊，对不对？你要懂这种欣赏他在讲什么。啊，你看他里头有一个功能，你不信你去查嘛，就这三个嘛。你看我观看记录，你看我装置管理有电视的，电视好像是这一台，这是我现在这一个嘛，Chrome，然后手机的，对，TV 嘛，哦。它型号叫 Open 那个啊，因为我弟弟最近
原来那台电视有点问题，叫人家修修没多久又有问题，都是奇美，结果他竟然还买奇美。可是啊，现在这个线是好的啊，可以看 YouTube，可以加这些。它是 Azure 安卓系统嘛，哦，那你看我刚看第六吧，你看我还后来才看那个三级片啊，哦，其实就是 A 片小 A 片呢，哦，小片。然后一查，那女的我还蛮喜欢的，她就是。好像什么天使萌嘛，这还不是 A 片你？那我直接看 A 片就好，何必看那个？那你看我后来就看那个了，人面鱼，先从人面鱼开始看，好家伙，哦，才想到有台湾有红衣小女孩，巨齿鲨的妹子，或是有人无聊对我快转的哦，也不能说无聊没时间呐，啊，巨齿鲨也不错看啊，然后它里头是讲美国军人的精神，你就知道看那种其实就像看文学嘛，他在讲什么？那不懂的，你看你就把它当鱼片。其实你用心，人家那么花那么大的钱，编剧也好当，其实他们都真的，难怪人家会有艺术奖。它里头一定都讲一些人文的道理，它才不是纯粹给你当娱乐。你如果今天把它当成哦，我花钱纯粹去赚钱，我想这些大导演、编剧也甚至演员一定很不服气。他绝对不是，当然我相信也有低级的，他纯。对，我也是稍微想要看一下而已，真正有看的是这个，像昨天就是看的这三部，结果本来要看就会碰到那个，先要看巨齿鲨，本来是以为那是那个斯坦纳什么的演的，结果不是差了一个剧，可这个也不错看哦，意外发现还不错，可是这个娱乐性和教育性啊，教美国军人怎么同舟共济怎么样，然后最后牺牲小我，哦，保全大我。所以你看，这些都是言外之意、弦外之音啊。就像你读这个文学作文，你要读出来。那这三个，你看哦，我们不要扯那么多了啊。那三个，所以我说嘛，脱离了学校什么不行？我看 A 片怎么样？可是我是老师，这就不是嘛。那我做自己了，怎么样？我是男人，我还修行，我是佛弟子，可是我还不行嘛，所以我也没出家，我也没资格出家，对不对？我也知道我自己的材料，可是我绝对不说啊，A 片很爽，做爱很棒。是没错，那是我个人喜欢。各位，我也知道佛教界真的不好。我们现在好像小学一年级或刚入托儿所，你现在要有修博士课程，我修不来，不懂。我现在就要弄懂到底性爱有什么不好或做爱。后来我慢慢懂了，真的，以后再慢慢跟人家分享，好不好？现在先分享那个，这才叫实境秀嘛。我们哪一天走了都不知道，也许我们来这个世间任务就是跟各位如实的。因为几乎没有人真正的袒露的、坦白的跟大家讲，然后又是那么有学问，不是只是爱搞网红那些，对不对？有实力、有学问，跟大家讲，人真正活的是为什么？真实的，不需要隐晦什么。我们前面跟各位要告解过，偷看人家洗澡那个还是小事，偷钱那个比较大点，虽然只偷了一次，那时候还更小的时候，口袋有人家现在，你现在开了我也不看呐。可是 A 片我还是会看，这个以后再分享，好不好？所以我说那是小事，不是偷看人家洗澡是小事，而且我们不是把人家，不是真的跑去偷看，是人家洗澡不关窗户，还是前面有讲，对不对？那不看白不看嘛，何苦？看久也腻啦，也没什么啦，那只是一时的好奇心嘛，或者邪淫心也可以嘛。可是说真的，我到现在可以无愧，现在就是跟人家分享，我们真正人格上的有瑕疵或弱点什么，就是淫欲。可是我们又不是邪淫，我们甚至像刚跟你讲，我还有一些性方面的，以后再分享啊，还是慢慢来了啊。也许死了就来不及分享，那你们自己慢慢去挖吧，谁知道啊？这跟我慢慢可以得到解脱也有关系的，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保障，这叫发怒忏悔嘛，悔自己以前做的蠢事，就好像现在叫我回去吃素是绝对不再可能的事了。对不对？以前怎么吃得下去杀这个宰杀众生肉？好啦，越扯越痛，没关系，反正我们时间重要。我要跟你讲，一直没有讲这三个，你自己去看都有对不起。当然，这个可能同一系列，你可以这样讲，这个也是有对不起。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其实说穿了就一句话，还是那句俗话：平生不做亏心事，夜半不怕鬼敲。像那个中邪，原来他也曾经做过那种坏事嘛。让人家来报复啊！你看，我倒希望这些都是编剧的，这都不是科学事实，所以好多迷信都是假的，灵异，是不是？万一是真的嘛，这是第一条，
万一是真的，另外一个我也先不讨论。我倒希望这些都是他们的理想主义者乱编。那我倒希望这个宇宙真的有一个，我真的没有做亏心事，鬼还来骚扰我，还欺负我，会把我吓跑，吓到吓跑，我还怕。所以以前哦，小时候我也爱看鬼片。然后呢，有一次，你看，正好又在跟大家分享，有一次到那个在台南的时候，小时候爱看，那时候鬼都留长头发，这里也是嘛，都是白衣服啊，长发还是脱离不了那个形象。就有一次我到我阿嬷家去住的时候，小时候就去她那里住嘛，回台南，就是她有一个长廊，然后底端才是厕所，我们住在刚好两端那个房间啊，然后底端才是厕所，我就要去上厕所，就看，哎呦，那个远远的地方，因为厕所会亮的，怕你找不到嘛，半夜太黑。可能自己也是幻觉，就觉得那里有长发鬼来讲。那甚至有一次在我二姨家，哦，然后呢，门下面不是有缝吗？头，厕所就在隔壁哦，门打开90度转弯就到了，隔壁而已哦，不是还要走几步？门打开，下一个门打开就是厕所，不敢出去看下面的门缝。我也是这样吓的。可是呢，当我昨天在看这个，你看我们修行过了。我们凭良心走了一辈子了，就算没到一辈子，也许我长命百岁，哇，那也半辈子了嘛。你看第一卡这里那些学生菩萨们，像有一个学生菩萨就来跟我忏悔啊，老师对不起啊，我说你跟我对，你骂过我，我说你没骂过我怎么骂？哦，后来我想可能在这骂，突然跟我讲他骂过我，没有啊，谁没有人当面骂过我，哦，几乎没有嘛。哦，甚至私底下传讯息的也几乎至少留言的，哎，对对，除了第一年啊，我把他们当掉，有人上一次你们看到大吉楼有回版，私底下给我传讯骂过好像没有，我一时间还有拜托，那就是你也做害羞的事嘛，哪一天你再来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可你放心，我不像那个，你把人家逼死了上吊，人家来报复我也不会，我就算上吊我也不会了，那我佛不是白学。可是问题是你做了坏事，有别的因果或者甚至别的冤亲在来找你，啊，我们这一端我们是不会跟你讨价，就好想你怎么害佛，佛会不会跟你报复？不可能嘛。可是你有没有因果？害佛为什么要掉无间地狱？因为你自己做坏事心虚会怕嘛。像昨天看那个红衣小女孩什么模型啊，那个人面你都是在谈模型啊，我反而就像想到那个长林老板和尚讲那个巴利文，佛去降服一只那个大眼镜蛇。我昨天很自然，我的手就举起来。我前一阵子还有点害怕，不知道是不是看那个，突然想到，对啊，啊，那个时候好像是野兽，好像是看《侏罗纪公园》吧，啊，倒不是，还是看什么，还是自己在想。突然灵机一动，对啊，你看读书人都是这样。去上了长林老和尚前面还一直讲佛陀巴利文佛陀一生真正的故事，对不对？结果呢？你看，已经好几天了，被淹没了。你看，这已经是台风的响了。哇，已经那么多，这都是不小心按到的啊！不要误会，我还看那个，我有看，我不会遮掩啊。人在做，天在看，有宇宙始终。怕你们误会啊，尤其人嘛，懂得抓一点。哎，你要看这个，谁还懒得去消这个？莫名其妙也没有看，怎么会有这些？可能不小心点到还是怎样的，我搞不懂的，哪来的？哇，我好久没有看净空老和尚了。相信现在比较常看的是常理老法师，就这个嘛，这个已经是分享了。那时候那广告该不会撤掉了？啊，巴利文佛陀一生的真正的故事。那时候老和尚长林老和尚就有讲说，佛就是怎么样用慈爱的能量
慈爱的心念，不要讲能量太玄了，人怎么会有呢？这心念你摩西亚来，你看那个那么可怕来啊，因为有版权问题我们就不播了啊，免得有啊，没关系，现在我们也没有弄他广告，有版权他要申请版权也随他啊。对，你摩西亚来，你看他为什么那么可怕那么丑陋，他有冤屈嘛，他有不平嘛。你有什么不平？我孙守贞一辈子有亏欠你什么？我甚至来搞性爱的时候，我都宁愿人家爽，我自己可以都没关系。对啊，就这几天以前还会看完了，还有点心毛嘛，哎，看到黑黑，有时候幻想一下。第一个幻想你自己有没有保持正念？没有，自己害自己活该。第二个，好，保持正念之后，即使看到不干净的或者不好的东西，怎么样？我们是做了什么亏吗？应该是你这些鬼神魔神看到我们要惭愧才怪，我们干嘛怕？有什么？那你好，你要害死我，要害死好啊，害死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你能害死我吗？你害死的是我的肉身而已啊！我你怎么能消灭？我能够消灭你魔神啊，你也就不存在了嘛，不是吗？人死就不能复生，人死如灯灭，你魔神就是死后的东西啊，至少不是活人嘛。拜托，多一点逻辑，多一点思想方法，多一点科学，好不好？不要到最后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什么都对不起。昨天看这第二集也是啊，啊，杨丞琳他们演了，还是一个妈妈对不起她儿子，女小女儿啦，他们叫红衣小女孩，还是从这个角度是全是红衣小女孩，原来是一个被母亲遗弃的女孩，或被母亲变成怪物的女孩，唉。搞不懂了，或者那个女儿失去了爱，对不对？像她演的妈妈，她女儿就说：“你不是不要我了吗？”对不对？所以她要入魔嘛，这魔是不是人心形成？其实这些编导，所以叫编导这个词很好，编剧和导演，其实因为一部灵魂戏剧的灵魂，全是在编导。因为你演员也许还心不甘情愿，可能你要听导演的话，他希望把这部片导览成怎么样的质地。那你读者就像我们今天读这个林占梅先生的地震歌一样，你读者能读出什么？可是像林占梅先生就好像他自己的地震歌的什么导演跟编剧嘛，这一定的。可是你得到说他到底要表达什么嘛？对不对？像我们前面有可能我们实进修还讲的少，上课的时候常讲的大，对不对？他一直要说他用了好多霎时间短时间的词汇，要极端的去强调这一切的大变灾啊，大变动、大灾害都在一瞬之间发生，谁都来不及反应。再厉害的，再来呢？他对当时的同胞，他你看，我是信愿，他们说我好加在你新兵的免死，死的又免死兵的，对不对？使他们呢，我平安就好。有几个台湾人有先生这样的心胸，所以。老师们选这个我也非常赞叹，因为他们要背负国家民族的，不管你台湾独立还是这个国家民族嘛，要教育大众嘛，就好像你演导演也不是光只是为了赚钱来娱乐观众嘛，他有机会，他也像我们读这个巨齿鲨生活，或者是我之前人类规划局都想借此去，甚至约会强暴，即使三级片他都想借此去反映或者写让人去省思一些问题，可是通常那种娱乐片跟我们教书的差在哪里？你不去想，根本它就是零。你如何去想？你没有我们这些本事怎么去想？跟叫内行看门道。当我们有这个素质，一看这个就知道，这不是单纯的戏剧，不是看完了前脚完了就算了。就好像各位不是学文凭拿到了就算了，唉，我们为什么要讲呢？关我们什么事？我赚任何一分钱。我们到达了什么境界？我们到达魔神啊！甚至你看这几天看这个恐怖片，才让我们想：你学那么多，尤其你学佛干嘛？如果学到现在还会怕的一些东西，你就白学，因为你心里头有疙瘩，你有见不得人的事，你才怕。否则应该是这种鬼怪是怕你嘛？所以为什么从来都不敢东西中外？你为什么正义的人心地光明呢？就像刚刚讲的那句俗话，对不对？平生不做亏心事，夜半不怕鬼敲门。他怎么会怕呢？你会怕啊！你甚至我们学这个的，
更没有死啊！即使你要把我害死，害死了我还往生极乐，我说实在的，我早就想死啦，又不能自杀，你把我害死，我真的感激你都来不及了。我可以早一点走啊，早就不想待在这了，可又不能自杀。我们对人对小动物都慈悲，怎么可能对自己死呢？啊，你不死怎么办？死待着，待着干嘛？游手好闲也不对啊。我们修行人也不能游手好闲，身材实缺也不行吗？叫做很有意义的事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有什么好怕的？是不是？应该是他们怕我们，不是我。那你们为什么怕？真的，像我刚刚讲的，我小时候也怕这个，因为太多龌龊事了嘛，什么事不敢见人。前面不是讲这些学生菩萨们有本事把考卷拿出来啊，不要等到中邪了。你看他这个中邪还是用文学啊，明明是中邪，他要是用这个中，因为跟肉中有关，他取邪音嘛，哪里不是在用那个邪声双关呢？是不是？你就是心里有像你现在说这个，哎，反正老师不知道，天不知鬼不知，哪天魔形要出来了，啊，再来对不起了，我以前不该这样。你看之前我们在，你看我们灵山梅这一课，有没有提到梁皇宝忏？自己看，不知道哪一集了啊？看播放清单标题应该就，对不对？可惜明天要出期，不，明天要期中考试了，要开始忙什么呢？我们激动，该期中考卷嘛？根本天下不是都是假的，好好念吧。激动，你看有没有梁皇宝忏？应该有，只是怕他剪变有嘛？等一下，里头都写佛告诉我们，你怎么样？不是毁谤哦，议论呢、欸？他经文里头是讲议论师长。你不信，里头时间头都给你做好，这不是我孙守贞说的吗？你要你就骂佛陀，阿爹臭臭爽，或者骂宝智公编这个梁皇宝忏的，对不对？议论师长之过怎么样？啊，你看，自己去看。好，我们看第四卷，希望他有书签，没有就自己做。那、啊、你到时候再来，哎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是不是你自己看这几部片里头都有这一个语言，最后再来对不起，这叫不见棺材不掉泪，不到黄河心不死。你以为我臭的啊？来自己去查，爱看影片的去看嘛，里头我们在那哭的对不起，为什么要千金难买早知道，要等到对不起再来忏悔呢？为什么平生就不肯光明正大的做人呢？因为大家都是烦恼习气嘛，自己有缺点，自己有垃圾，不想去改，不想去面对，然后别人不如自己的意，就是要反驳，就是要那个，对不对？哎，可怜，你们唯一可以说的是我还没有成功，可是我像上一次也跟大家讨论过，你们跟父母在顶撞的时候一定都说我大了不要你管、哦、那你这句话就自己打自己巴掌，你以后自己去承受自己的因果，对不对？小孩你说啊，我还是小孩子不懂事，那当然可以原谅嘛。我想宇宙的档案里头掉出来，你一定有那一句我已经长大了，不希望在别人好，你长大就要为自己负责，到时候就是继续对不起吧。唉，为什么老师要做这种蠢事？自己看啊，是不是梁皇宝忏经文论说不是诽谤呢、欸，不是臭骂哦，才论说就要这样了呢，这是地狱呢，根破其舍，君主父母师长其罪过是。这个是我们到时候不会写在教堂，我们那个自己保重，欢喜就好。那时候我老佛爷仙母在的时候，有时候他都说我爱变，讲不过就只好跟他好了，欢喜就好，自己保重啦，是不是？不要到时候碰到了什么再来对不起啊！你看每个人为什么会吓？像我昨天一开始看《红衣小女孩》第二集，那个你看他那个三老鼠，你做三老鼠去盗采，是不是就在做亏心事了？而且在深夜里头盗采，你兴许你碰到警察都会怕，何况碰到鬼，你更会吓。那我们去山里头，我还要去。你看释迦牟尼佛，我们本事是去山里头一个人修行的，他怎么不怕？没有去，至少没有恶言批评。
心里头虚，对不对？那我们 能管这辈子的，我们光明正大做人，错了忏悔改过，发怒忏悔。前辈子的不知道怎么办，知道了就要，所以为什么要修忏嘛？前面梁皇宝钗，相信这也是出自经典，可以再查。你这样才是为什么说仁者无敌，对不对？净空老法师也常讲仁者无敌，他重新诠释一般是讲庄子、孟子的原文，应该也是讲敌国的敌啦，对不对？可是他们诠释很好，一个仁慈的人就不会有敌人，因为他心里内心的冲突和对立已经化解了，他怎么会跟别人对立？他连跟自己都不会对立。我讲一个最简单的，像我们讲十一住行啊，我们现在一般初学的修行人都是把当成什么？我有烦恼习气要克服掉，对不对？我有什么？像我刚刚谈到这个性欲哈，要去克服，好像他是贼一样。对啦，一般刚开始初行学是这样。可是你别忘，你看，所以我为什么那么佩服佛教？他有叫你把这些都丢掉。你看，佛菩萨成就，他还要下地狱去入人。四摄法里头有与众生同事，你爱淫欲，我就跟你同理。你看《华严经》里头就是有化身妓女的佛菩萨。你要怎么办？是哪一个宗教可以讲那么多？哪一个哲学？要么就是天使，就绝对不是撒旦，撒旦不是天使。佛法却是如此，他真的看到了宇宙的真相。你看刚才讲于是，因为当你还有这种对立的时候，你永远佛魔就是在那对立，你如何包纳佛？像我昨天说慈悲心，我今天看到魔形啊，看到凶神了，我等一下还想再去看一波恐怖片，说真的，对不对？反正还有一点时间，明天才紧张嘛。OK， 所以我是刚就在找台湾的恐怖片嘛，我发现台湾拍的还不错啦，以前都在小看啊，要跟他忏悔。以前台湾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也许以前崇洋媚外嘛，还是怎么样啊，还是自己无名。台湾拍的都非常有人文气息。绝对不是纯粹娱乐而已，至少我目前看这几部片都是非常值得偶乐。连这个日本三级片，我相信这个编剧的导演甚至演员，演员我全家谁知道、演员通常不三不四的难说啦、当然高尚的也不少嘛、谁知道，可是绝对导演的编剧绝对是全剧的灵魂、演员要听他们的。以前我们都觉得演员最大，对影帝影后了不起，后来懂生态才知道导演才是，对不对？难怪导演为什么在戏剧有大地位很高，就是这样。然后很多演员演而优则导，就是这样嘛。太爽，这才是读书的真实意义，不是哦。老师你扯那么多，我们在临赞美你，现在要讲卷藤，要讲玉海了，对，还讲那么多，也许等一下我就休息，这一集什么的也没讲到。可是我请问各位啊，请问各位朋友，我们读书是干什么？你懂玉海以后，看下一次碰到鬼了，碰到人家要把你害死，不管是人还是鬼，还是吓成那样。我们修行人这样，你来害死我，像那个中邪好了，对不对？或人面鱼，都是来报复嘛。这个大概也是，你来报复，我就甘心给他报复，对不对？让你死，就好像这个妈妈最后，好、我来陪你了，你要我死随你了。还我的债嘛，我欠你的，这有什么好怕的？有什么好可怖的？更可怖的是自己龌龊的心，见不得人，只喜欢躲在阴暗。所以这些鬼魅为什么妖魔鬼怪都在阴暗处？你就在修那个嘛，大家都在修行，我们修这个光明正大的，你们修那个阴暗见不得人，以后去哪里走自己想想看。相信他是一个圣人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是不是为什么你要删除了？喝大，留下来大概自己有点害怕了，或者担心了，会觉得啊自己想的太多，或者什么，谁知道？因为匿名不需要删除，可是你删除了没事了吗？宇宙删除不了，删除还有宇宙存在。我也是啊，只希望赶快破名，这只能忏悔了。任何，那你当初不要造嘛，就好像我们现在觉悟了，不会再吃肉，就再也不可能吃肉。可是像我性欲好了，还会再犯邪，还会打手枪，还会射精，那这个还没清净，继续努力，不要侥幸啊，以为删掉了没事了。那为什么不发怒？我就是好色好淫啊，可是我不会乱来，我公开想哪个女的想要跟我做，哇，我怕的要命。可是你要真想哦。我碰到他就真想都给我绕跑，或者 gay 只是想看你或者玩你嘛，
崇敬的基。为什么都搞这些无为不？所以我们为什么好像看似邪淫，还淫好五大众戒淫没断？我们没有那个鬼神，不怕。我没有害人，我也不是为了纵欲去强暴女人，像我们前面讲偷看洗澡一样啊，对不对？你自己开的，我来看，我也没强迫你要给我看，我也不是偷看。当然不可能说我这里灯点亮让你知道我在看你洗澡嘛，我也要保护自己啊，这没有害你嘛，我欠谁？当然正大光明啊，何况我们现在发怒了，也不是不怕，也是不是怕人知道自己做过错事，知道不该做，就像吸毒，知道吸毒不好，我们还戒除不掉嘛。可是我们绝对不会，就像这个，我如果是你们的话，我知道我自己不用功，我自己想要鬼混，我想要好一点过，或者我想过我的国文，我没时间去管那个老师有没有学问，他教的有没有营养，是不是真学问。我至少还保留着，我为什么做学生可能资格都比你们久，做了十几年，等到博士毕业，我还正式真的有在打工工作呢。我从连打工的经验都没有、啊、我这个博士的时候因为太久了嘛，博士那时候老师刚好又给机会可以兼课，那时候才 我连去什么加油站 7 都没有打过工，结果那时候博士不想读了，又跑去那个宜光保全珍宝圈做一个月而已，跟家老婆一样做一个月又没，我们顺便现在来讲一下那个随文入关。我前面跟法鼓山詹明是有回文、啊、有人给我按赞，也不要真按赞，就像搞性爱嘛，想跟我做其实不是真想做，他按赞也不一定是真的赞，他也赞这个贴文也不是赞我。你看我就故意用何容易堂，我问你什么叫堂何容易国文啊，有几个人懂了，来翻译一下，大家都堂何容易，何什么意思，这整句话怎么翻成白话文？谈何容易怎么会是白话文呢？可是当你知道哦，九阳神功倒叙重组，谈何容易就是什么？何容易谈呢、啊？哪里是容易讲的呢？谈说的呢？对不对？不是很明显的吗？就等你知道何容易谈。对不对？哪里？哎呦，这不能这样。何是容易谈说的？哪里是容易讲的呢？啊，这样才翻出来啊！讲不一定要加出来，因为讲出来好像表达出来，讲可以说是形容嘛。哪里是容易讲的？哪里是容易讲的呢？你看，你这才真懂国文啊，不要只会谈何容易，谈何容易怎么翻白话？唔知，还以为自己在用白话文呢。这我问你，摩西亚碰到我只要问他，哎，你摩西亚。要么你跟我语言不通嘛，那你鸡同鸭讲不好啊，语言通，你看他里头摩西亚还会叫名字，那总懂中文，你懂中文啊，我问你所以的所以什么意思，谈何容易，突如其来，你吧，来乖乖坐下来，我教你摩西亚上课，想想看是不是嘛。我们真恨为什么大家很少人像我们这样，我就搞不懂，要么就是要名要利的、哦、我主要是要办那个档案，对不对？也是该休息的时间。对，什么什么，这是我要、啊、因为他等一下要重新启动了、啊、所以我们这一集大概也是录一个周中头，我也刚好可以去那个。唉，好吧，你连谈何容易都不知道，你凭什么来吓我不行啊？你自己都有亏心事了，你我们今天你吓我，就好像老师或权威吓我，你觉得你或者圣贤人好神佛吓我，是不是你觉得你很了不起？我们要听你的吗？你自己都有亏了，凭什么要我听你的？我有什么好怕你的？
你丢脸都来不及了，你还敢来吓我？嗯，是不是？哎，回去先照照镜子，先理清楚头绪吧，不是吗？啊，你真的可怜明明的佛陀四个字就讲透了，哎，可怜明者。我跟你讲，好啊，棒棒怎么样？对不起啊，诽谤各位菩萨之处，请原谅，不是刻意。大家扪心自问，有几个人懂了、啊，谈何容易了、啊？然后这些法师慈悲，都直接叫你随文入观。什么叫随文入观？光这四个字，有几个人真懂？再来好，你懂了，随着文字文句去进入去观想。那我问你，文字文句你都看不懂，你要怎么进入观想？文字文句的能力你都没有，你要怎么进入观想？我们刚刚讲的，像那个中邪的一些，对不对？看懂他在演什么的能力你都没有，你要怎么观？我们昨天不就在做这个随文观想？你以为我在看电影休闲娱乐？所以有时候我都有罪恶感，我是不是不务正业在做这个？其实我后来安慰谁，不是找借口。我明明很想多录时间，把时间花在这，可是为什么坐在这里反而无惭无愧？我们不能脱离社会现实去讲佛法或自我修行。看看这些，你尤其你看最近的道，他这都是最近的电影，演的也没有超过我们修行了，表示我们并没有闭门造车脱离现实或社会来修行。电影反映了现在台湾，至少我们本国人全人类不敢讲他的思维、他的见解、他的观到了什么程度和什么。我们不能说哦，现在一直骂世人，就世人到了什么程度都不知道。所以我们讹了他，也指出他的不足之处。你不能什么的，就像佛教以前不懂，就诽谤佛教迷信。根本都不懂，我今天看完了三部电影，我才能做一个客观的评论呢、啊。就像学生菩萨的评论，或者各位菩萨评论我们的实境秀，你有认真看完每一课吗？再来评论我们的实境秀，当然不要断章取义看没多少。像我这个，我刚跟你讲，我这个坏转哦，我不敢讲评这一篇怎么样，刚开始还说这个不好，因为我只是看个大概嘛。那就好像诸位菩萨、诸位学生菩萨评论我一样，不耐烦。那我们给的评论，我们都知道，我们的评论只是一时的气氛或者一时的情绪，不能做。可是这个就比较有自信，比较心安理得。可怎么，我真的很佩服你们出来做教育学者，怎么可以自己做不正，自己却那么心安理得？这个是什么本事？我跟你讲，就是刚刚讲的无知嘛，很可怜明者，对不对？那个净空老法师也讲了，梵蒂冈主教说，人类现在为什么这样动乱，就是出于无知又自大。他就是因为无知，所以苏格拉，如果大家都像苏格拉里一样知道自己无知的话，世界是不是美好多了？现在就是不知道自己无知还自大、欸、可是实际上科学语言这自己是真的是无知的。他活在文学世界里，我什么都知道，对不对？他还真以为自己什么都行了。反正我们就这样规则，以性之所到、哦，尽情去发挥。你文学语文程度不好，你生活你的世界怎么会广呢？对不对？有些人讲不通，所以你看我们最近为什么看这个？哪一天跟他沟通讲不通，就说你问问他，你去看恐怖片会不会被吓的？我说真的，我昨天还是被吓到几次。可是后来反省之后，不是心虚被吓，而是有时候害怕那个人被杀，想去救他嘛，或者自己撞到什么那个。还是有深入反应，再来就是我们的境界功夫还不够，也有可能。可是觉得跟以前，你看我刚刚讲的，上个厕所也不敢看到那个厕所远远的灯亮，好像有什么东西，就会害怕，那叫心虚。当你心像我们这么如此光明和正大的时候，怎么会虚？你看这些片哦，膜破掉了也是大放光明啊，不都是这样？啊，真的是科学语言光明啊，还是文学语言的，还是精神层面的光明？那就耐人寻味了嘛，答案有一定的吗？
七星大法是不是教你一定是科学的自然的光明吗？还是精神的人文的光明？他只是语文学语言。难怪他里头要说故事纯属虚构，然后故事情节的为了配合故事情节，像我昨天还看包青天也是讲是为了故事情节，刚好看那个狸猫换太子也是扣住工人被陷害啊，让那个化成了鬼魂。你看这都迷，现在一般人认为是鬼神迷信超自然，那么说好听一点叫超自然，说难听就直接斥你为迷信。迷信好啊，哪一天你碰到再来，对不起啊，我错了，我相信有。我说一个最难听的啦，今天万一有鬼神，然后你藐视他说他没有的话，你觉得他作何感想？就好像你明明是人类，那外星人不在我们地球上有生物，说没有，那个星球绝对没有，你爽不爽？你被人家看成没有的东西啊，根本就不屑你。自己好好想一想嘛，你凭什么敢说那些东西不存在？凭什么？先检验一下自己的凭，再大放厥词都不迟。道理就是那么简单。刚刚讲我们讲到林占美先，对不对？伤心惨目苏南民众，他人家安全，一般凡夫俗子，我安全就好了。别人死了，反正当影片、纪录片或电视新闻看一看，看啊，他还哭，还为他们写一首诗，还描绘的那么详细，干什么？不要花精神了，可见人家那个情感，他不是热衷公益的，热心公益，对不对？这不就跃然纸上吗？可见不是喜欢他的人说他好话嘛？你光看他作品，你做得出来吗？人家地震，没有，没事就没事，还不帮自己，你会为这个地震灾民写一首歌哀悼他们吗？对不对？你才知道他的哭和道，那是道还是什么？你自哦，对啊，哀悼嘛，一字千金啊，不要给他划过，而是。对不对？就算了，他明明庆幸何嘎仔大难必不死必有后福，爽都来不及了，有什么好道？他当然是伤亡的同胞嘛，那种名胞物举的古道热肠。你说至少他这个心，我们不知道他一生为人怎么样，至少他这个碰到摩西亚会怕吗？摩西亚假如不如他的，都要说啊，塞拍谁？摩西亚假如都自私自利，顾着自己好就好了。所以为什么鬼？你有看过很帅、很美、很庄严的鬼吗？是不是？就是很丑陋嘛？为什么他丑陋？心丑陋嘛？不是死得很惨所以丑陋？我跟你讲，你看你今天只要碰到一个很丑或者面目毁容的人，可是他心地很善良，你跟他相处都不会觉得他很丑的，他很可怕，因为原来他面恶心善，你感受是那种温暖和喜悦，不是吗？你会说：“哎呀，他脸好丑，又吓死。”不会嘛，久了就习惯了嘛。像我们那时候讲那个屯子，在上课有一班的时候，有一个女生，我到回头问她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当学生坐她那边，她说：“海豚叫海猪，好难听哦。”我说：“那是你不习惯。”结果下课之后，就有另外一个男生主动来跟那个老师讲说：“老师，我台语就叫黑迪亚，嗨迪亚，对不对？怎么会难听？”对，我就说：“对啊，你看。”那女生还觉得难听，那个女生不知道是不懂台语还是怎样，嗯，又有他客家人，来我们找找看，下一次还可以给学生补充，对嘛？你看，海迪，海迪啊，还有海迪啊，海迪 啊，都是鱼尾词嘛，所以台语其实还是两个字而已嘛，啊哎，会加个啊，他海迪啊。那个啊那个字是台语嘛，不加的叫台文嘛，是不是用汉文写的？所以常立老和尚他们说台语没有语文是错的，当然他可能一时口误了，什么有些字可能没有语文，有些是这个不是海迪，那是哪两个字？你我跟你讲怎么会说没有字呢？而且他的字还不是台文，他就是中文就是汉文，他们这些大概就是本土意思，说爱台湾太强烈了，然后把中国台湾就是盲于那个啊，所以人心中有成见啊，这个不是佛告诉我们要戒取见嘛，你就不肯见到现实嘛，戒取现实还没看到真相前的那种成见嘛，嗯，这就海迪两个字啊，怎么可以说？因为他觉得这个中文是中国人用的汉文，
日本人也用，韩国人、越南也用啊。它只是一个符号啊，你因为爱台湾，这是中国的，我不要。就台湾，他说台湾话没有文字，是不是？台湾话才是，你问这些台语专家，台湾话才是河洛言，以前中原的雅言呢、欸，至少比我们现在讲的北京话，那是元朝蒙古满汉之后，对不对？满清之后才语音变这样的。一般有时光机，我们讲宇宙嘛，回到唐宋的时候，讲的还是类似台语这种调啊，这种声调啊。唉，可怜，人真的不要太自大，什么没有把握、没有确定的，不要讲那么笃定，对不对啊？聪明，海蒂这个多好。我们有离开课文给你鬼扯吗？那、啊、你哦，学个地震歌就只知道这一句，相关的都不管了。为什么给你扯到这些？红衣小女孩跟你讲什么？文学赏析的能力重不重要？我们现在眷屯这个问题，不是也是文学赏，就是猪啊，猪被圈起来啊，那是就是《礼记》里头。在宗庙里头毕恭毕敬的走哦，啊，不是都是科学语言读啊，就好像看完了《中邪》就是《中邪》啊，夏雨乔演的好不好？怎么样？他为什么演得好？讲不出个所以然。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的粉丝专辑叫“知其然”，还要“知其所以然 ”？Our story 啊，就好像刚刚那个啊，之前提过的吐鲁其啊，还有刚刚那个叫什么“谈何容易”。你能够像这样再说吧，真的像这样再说，我懂中文了吗？啊，哎，我们就这样吧。Our story， 哎，对不对？可以再补充那个、啊。这个我们到灾民是因为接引其他有缘的众生，我们自己的就不用了，自己人应该跟我比较熟，接引跟我们比较疏远的人，等你懂了这个，哎呀，最相关，其实这个不相关 哦，我讨论的还不相关，还是被他们删除了，是不是？还是我们刚刚弄错，被删除了。哎，那删除了我就不贴了。应该不可能，我们刚刚自己他删除前会确定嘛？那就不打扰了。他可能觉得我们在诽谤他们，那么或做广告，随便了。只要心量是这样的话，我也只能阿弥陀佛。所以墨学为什么不出家，就是我们要做任何事，就像读中文都要搞真的，我出家也是要搞真的修行。假如出家以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，那就要注意是不是也是，为什么说释迦牟尼佛讲的，对不对？是你们佛教界里头或者和尚里头也常法师里头来讲，地狱门前生道说末法多堕地狱，这什么意思嘛？我相信应该不是我们诽谤他嘛，我们应该不会删错，我本来想确定再贴一次，不要，不打扰了，那这样就不打扰，有点像我在搞这个刚刚讲情侣，对不对？刚刚明明还在啊，我们还是刚去修改的，除非变成了删除，对不对？可惜网页不存不留了，对啊，都关掉了。我们再确定一下，不能够，我想不会啦，心量应该不会那么狭小吧，这样就把你删掉。像我之前哦，曾经有两个社团，什么偶遇大师也是哦，哦，莫名其妙他就，唉，学佛如果学成这样，我只能说，那我不是佛教徒，啊、哦，是不是？我只是，那应该是啦，应该是被删掉。有时候我们会故意讲一些不中听的话，怎么说呢？
真的被删掉了，我想的被删掉，不管他，你看，对不对？合拢一谈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好像是在骂你或否定你，有没有更深层的意思？有没有恨铁不成钢的意思？魔星要来了，再问问嘛，对不对？哦，他可能看到这，以为他们在高谈阔论，以为在谤佛谤法，何必还要惹人厌呢？假如这些都读不懂，那我们也只能阿弥陀佛了。所以前一阵子啊，那个常理老和尚一直说他很缺那个，我好几次真的充电，想到尤其我们有这个责任嘛，既然成佛菩萨的恩典，对，上帝基督教他们是讲恩典，我们也是啊，对不对？我怎么可能活到这种层次哎？假如我去出家之后，碰到的是这些凡夫生，对不对？然后教的都是一些不如理不如法的，甚至有一定的规矩，这有时候就像我们来教书一样，你也不能把整个教育体制推翻，它有时候是必须的，这个我们可以原谅，可是真的我们没有时间去跟他耗嘛。所以我后来为什么领悟，你看维摩诘居士这样也可以，对啊，我们尽力就好，是不是？大家都凭良心去做，不要见到了什么再来惊，再来惊吓，再来怕，就 OK 了，好不好？就好像我之前去台南极乐寺一样，哎呦，他们一听我的事情就，哎呦，这个有因果怎么样？哈，有因果，我们很欢喜成长。那修行人不昧因果嘛？嗯，那你们学生菩萨还都可以多谅解，对不对？连这些号称在修行的或者佛教的，至少看起来至少比你们志同道合，都可以这样评论我的或看待我的，你们。那更不用说了嘛，站在我们立场上说不谅解我们的，那我们真正你做对的事何需要人家谅解？日久见人心，路遥知马力嘛，就自己大家都凭良心去做该做的事，对的事，久了就知道了。就好像我看这个也是在检验自己修行到底有没有入歧途，没有啊，真的觉得心安理得那就对，越学越活越快乐，越活心越安定。心越清净，对不对？那就是真的修对走对路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是要看玉海这个哈、哦，要休息一下啊，讲五十分钟嘛是讲天的，因为我们这个啊、哦，它这个识别率也是很差的。那我们干脆就，既然如此，要么就是我这个，它这个 OCR 几乎不能用、哦、我再打字一遍，要么就是直接。在这里用也可以加会以后使用的人，那这里当然要帮他整理啊。再来，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，这个很明显是不同版本啊，文字都长得不一样嘛，哦，一定是不同，只是不知道哪一个比较先、比较早。我想可能还是我这个中文出版社出的啊，它影音出版的会比较早啊，好像叫中文出版，好像在日本的，可是好像是台湾人经营的啊，台湾人。资本去做的这个公司，总公司可能在日本，或者跟台湾人跟日本人合作。好 ，anyway， 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就先这样。哎呀，就有点下课啊，竟然被删掉了。嗯，好吧。像前面刚刚还有一个学弟来说啊，我才回他少说一句话，多念一声佛。那我们做不到，做得到啊？怎么会做不到？嗯，除非是我们刚刚误删了，不可能嘛？应该不可能。删除前他还会确定你要删除嘛？对不对？那一定是应该是被删的啊、哦，被他们删就不打扰了、哦。他竟然看不懂我们要表达什么，就不打扰了。好，那希望他们的国文程度要加油啊！而且你看，你们常理老和尚出来都挺身而出，佛经里头有多少的？错之若见，尤其我们是吃自己的，可没有施主吃施主的一粒米。各位法师大德啊，你们是自己要千万要保重。像我们前面谈的华裔的喝咖啡喝点，嗯，啊。
没有用，那直接就是这个孔子龟，孔四个字。那他这个头是因为这里有字，他以为有字，他就留了天头了，啊，都没必要。所以我们可以把他第一个格子取消掉。结果变成全部取消也好了哦。欲早卷顿行不止足，其之如，卖个乱啦！不能再去研究别的，太扯了啊！你就知道，没有一家提到这个问题。我跟你讲，那个柳笔画少的不可能变笔画多，所以人家篡改文的。可是你笔画多的，假如人家看错，或者科书的后来换慢了漫画，字迹不清楚，人家以为这是柳字，把你改成柳，几率会比原来是柳改成逐步来得大，是逐步原因可能才是原来的意思。Oh my god！ 我们前面是不是说？你说这是不是中邪？跟你讲，摩西啊，你人做的正，这些人有神通，他都帮助你啊。我们没有嘛？我们前你看多少家都说这是衣服，我们才说这可能还是逐步的动作。休息，真的先休息，下集精彩的下集再接哦。所以哦，你看明天要拿期中考卷回来改。然后你看呢？你说，这一集我们就闲聊好了。你说可不可怕？我们大典馆，我在文化大学搭那么多年，其实也许从来都没有发生火灾。就今年我要离职了，他给我失火。我要讲那个不是跟我离职有什么灵异感应，是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提这个吗？我跟自己约定好，也许我前面都提到，所以绝对不是我忘了。我跟学生宣布我要离职之后。这个决心一下，我是怎么样也不可能回流，只有一个例外啦，学生真要我留下来，你也不能那个，对不对？我行我素，当然我留下来兼三堂课，我也养不起啊，我唯一借口只有这样。那没有，那我们当然走得更理所当然，甚至还有学生继续发表高论嘛。那我们何必还要惹人家讨厌呢？对吧？早该走。结果我是提醒的，因为前面跟那个云英学姐。我们那个 LINE 里头有我们助教他姓什么忘记陈的陈陈云英白云的云英雄的英。所以当然我们文化的嘛，我们都叫他学姐嘛，尊重他，即使我们读到了博士毕业了还是啊，这人家不是也是高兴，事实也是这样嘛，有什么好，有些人就觉得啊我是博士，你只是大学学士或者大学生那个年纪又差不了多少，干嘛叫你学姐。其实我内心也曾经起这个疙瘩，可是我为什么笃定就尊重人家有什么？事实也是这样啊，不需要自己换人呗。我今天做总统了，以前曾经是人家学弟哦，就怎样，再叫人家学长或学姐不行吗？做到总统，做到天王，成佛了都还可以，对不对？成天王了都可以了，何况这些小。结果要去找。我给自己一个期许，上一次我跟他讲好，我是怕人家讲好了他事情那么多忘了嘛。他不是跟我讲说啊 ,110 年就明年度学校可能会缩编少子化。少子化我才想到这个电影就是谈笑。阿弥陀佛，对不起，刚刚按误按到暂停。人类规划局不信尼可拉斯凯奇演的。那学校缩编之后万一请人家来不方便，所以到时候我再。词会比较好，否则我现在词他们还要找新老师，找新老师到时候缩编，人家教没多久要请人家走路，人家也没犯什么错，不好意思。所以其实这里头蛮多人情的，所以为什么在教育界里头社会常常有一些老师不如法或者有问题，
为什么觉得好像大家都在抱或者官官相护？其实也不能怪啦，人总是要有情嘛，对不对？除非他确定，人也不能冤枉人家也是。可是说真的，真的蛮多情，就好像当初我读大学，要退学还退不出来，老师你来考就过。那是讲出这样的话呢，我当然就不去考，我就是想要退学嘛。哦，怎么可以这样呢？哎，我如果当初这样跟你这样勾结，我碰到模型啊，我的惨了啊！你不会做这种苟且的事嘛？要过也是有真才实学，什么我去考就可以过。哦，人不要做亏心事的，跟你讲，我不要讲什么这些模型啊，他有神通把你。只要你跟他呛虾，他把你的丑六面一秀出来，鸭嘴变鸡嘴。所以我跟他反为我跟他们呛虾，我是说，只要我身后真有什么见不得人丢脸的事，秀给我看，我反而很高兴嘛。否则我现在真的怎么检讨？没有嘛，不需要自欺欺人。我们现在自说自话，需要欺谁？我们这十进秀也不一定有人看，也许等到有人看，早就销毁了。我怕什么？对天对地。唉，没有讲什么又扯到这，管他，就随扯。反正现在已经，哦，刚刚那个起火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跟自己约定，期中考要上，要去系办，一定要。那因为我们要教学生的自传，上学期教自传，就以前都是教作文。那学校说要留一篇佳作，后来因为作文好几年了，后来好像爱收不收，不教也没有关系，我当然就不教了嘛，因为。不是我懒惰，我觉得教了好像因为用了学生的佳作，那你他写得好，我也许有些评语他还可以留作纪念嘛，你给他收回去不就等变相的没收，所以我也不太愿意收这个。那学校既然我也问过助教吴助教，那我们也不算偷工减料嘛，反正他们也不追讨就算了。那自传和企划书，像这学期写企划书是新的，那刚开始总是星光三任三把手，他也是规定说要交回去，我们还是手法手记给他交一次嘛。啊，那这一次自传我们要交回去的时候，我也问，我每次一定都会问学生，像最近问那个英文系的学生，他说他没差啊，没差没差，你就交来啊，因为我觉得这样好像把你变相没收了。那你觉得没差就好，你可以现在有科技也可以拍照自己留念嘛，啊，写过什么。因为你以后可能也用到自传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哎，这个老师说我写的是佳作，我写的是班上最高分的，因为都是拿最高分去那个嘛，你以后可以做参考，该怎么写，对不对？应该对你就是有帮助嘛，至少有我孙守真专业给你背书啊。那你看，我就拿了，你看，不信你看，都准备好了，准备好，算了，不用多此一举，准备好了去。五楼这个门被堵住，我以为在装潢，我还不知道，因为之前有听过新闻，所以不知道谁还来问我。首先你们那个文化的是谁问我，我都忘了，好像还是一个陌生人新认识的朋友，我都不知道啊。那很少去学校，他一定很觉得很奇怪，你不是文化不知道，还是你们那个国文系大庭广五楼嘛？我这次去才知道多严重。我上去第一个楼梯没有，我想啊，这里封起来，走另外一个，也什么也封。才耐心，刚开始没耐心看他外面贴的布告，后来才看啊，原来是失火。什么时候不好失火？林北要去教这个自传，要去跟助教提醒说，问他确定明年还可不可以教，假如明年就可以走，拜托不要再给我续聘。你也不能等到学期末嘛，他人家可能找到他们决定续不续聘，可能这个学期末的时候就决定，因为我们教学那个。教学大纲也是还没到学期末的时候就要教了，我们期末中考完没多久就要开始教，我们教下，那为什么叫你教教学大纲，表示还会续聘你嘛？当然在此之前要离开要先跟人家讲，所以我当然我就选期中考，结果你看就灵异事件。当然这一次我们文化应该没有人亡吧，好像有人受伤，对不对？有人亡的话就阿弥陀佛啦，希望你要破迷开悟。人死亡我们也会死嘛，玩你几年，死亡不重要，重要是死后要觉悟也好，也比活得浑浑噩噩过得好。死并不是什么可怕，谁不死，死了更高尚，甚至你一辈子做好事，死后升天生，死后亡，就像刚刚讲被魔仙害死，我可以早一点往生，我求之不得啊。
就好像忍辱先生成那个隔离王成就了，我真的求之不得。我怎么会怕你啊？害死你要我的金人都给你，可是如果你要我的那个佛修养，我也愿意。就像佛舍身喂虎是喂老鹰一样嘛，喂老虎，愿意。不可能嘛，你看佛的智慧佛的修养都不可能度给我们，给我们吃掉消化了，我的那个我能供养这只有肉身啊，这是永远你抢不走，你得自己修行，功修功德，博修博德。那我怕你什么呢？甚至我连这个修行的宝贵的功德林我都愿意给你，可你拿不到啊，你神通在广大也拿不到。灵异事件，所以等一下一定要再看一部。大家推荐一下好看的台湾的，我们本土做的或者中国语文通，为什么？因为可以专注在语言上，不要再看字幕了。外国人拍的也许不错，可是我觉得文化还隔一层，而且语言不通嘛。我问你，我今天如果碰到一个讲英文、讲法文的鬼，你害怕有什么用？那像很多像摩西啊，他也不讲话，就是。可是真正最可怕、触你心弦的。是一定能跟你沟通嘛？你看他叫名字，你会怕？有人在叫我，有互动才爽嘛，就像教学一样。教只是会在那鬼叫鬼叫，那只是一个像 master 一样，就好像侏罗纪公园，只是怪物禽兽，反而还不是到鬼的层次，对不对？鬼之所以不会比禽兽好，就像人比禽兽高尚，是越有语言嘛，鬼也是嘛。鬼会比这些恐龙啊大野兽可怕，是因为它能跟我们相通嘛。所以当然优先是看自己的了。还有我们要鹅乐一下阳城，哇真的很漂亮，我以前都不觉得他们那么美。我要造型可是也蛮自然的、啊。徐伟宁我之前也觉得他们讲声音很好听，然后做演的广播的。好的，我们不吝啬赞叹人家，以前说真的也能对他忏悔，因为毕竟他们是偶像明星嘛。像夏一桥，他是西南大都厨，我认识。那男生我就比较陌生了，因为我们总是比较好色，女人寡人有疾嘛，不过这三个女孩子可能都比我们年纪小，真的赞叹，然后也跟他忏悔，以前真的是蛮不屑的，因为觉得对演艺人，像我们前一集有提到，演艺人不屑，可是不是老顽固一竿子打翻你，看你们好的，我们不会再对你不屑，可是呢，也是救你们。戏剧上表现，私底下你是怎样我不知道，假如你的层次还是那么低，还是很不屑，那表示你演这个对你人格没有 提升了，就好像我们读书人读了那么多圣贤书，结果还是凡夫俗子一样低俗下贱，还是七情五欲，不知道克制，不知道调伏，不知道做自己自不在有什么用。读圣贤书你看勤快这些都进士出身，还不做大坏蛋一样道理，可能你们有优点，这里就知道你戏剧上表现的话真的很美，很赞，赞叹不已。徐伟宁真是气质很甜美，非常赞。还有他里头夏雨乔，其他那些高中生一个也比一个漂亮，赞了、演的也都蛮不错，不觉得很深色。甚至你看那个红衣小奶奶第一期那个老阿嬷，我还在想那个编导是不是外省籍的？奇怪，台湾人那么多，不会被爱本土爱台湾的骂吗？怎么找一个外省阿嬷来演呢？到底还有口音的，我是外省第二代，我都替他们不平。可是这也正是好表现一种台湾人的那个宽容和多元嘛，对不对？干嘛一定要台湾就是台湾，台湾话啊？只是我有点好奇啦啊，就好像前面我们批评那个钟文英女士《上海行》，台湾人去写《上海行》，然后学校还竟然不选鹿港行、台湾行、台南行、台北行、蒙甲行，要写上海行。结果我们读完了之后呢，他写上海其实在写谁？还是写台湾嘛？所以他有那个乡愁，对不对？台湾人的字正腔圆，虽然不像大陆，可是台湾人的灵魂比大陆人字正腔圆多了，他才真正继承了这个中华文化的正统和精髓。这不是自夸。大陆人你不是你还继承正统那才有怪，你们自己不是自诩文化大革命吗？那哥哥假的，新中国新的假的，自己打嘴巴嘛，所以不要做自己的敌人，把自己僵死了，给自己下台阶好不好？那都做死脑筋，前面提过那个语言人生，何必是把自己封孤不自封起来。
好，这个我们这一集就到这里。哎，讲那么多，是够邪吧？邪门吧？我要去请辞，提醒助教说让我这里，如果最好，因为我还要去找别的工作啊。那如果确定明年不续聘，我赶快要开始要找工作，然后这学期学习成绩一交，也许就可以上班，对不对？那上班刚好像我昨天看这个，很多都是晚上。如果我再回去做保全的话，当然大夜班钱多，我们不贪那个嘛。那只要有机会代班或者怎么样守夜的话，那也没什么好怕，甚至还可以帮助人家，甚至帮助这些邪灵。众生无边誓愿，大家都是佛菩萨，这不是我们都佛学到，然后这时候再来觉得他们是恶鬼，可恶吗？要消灭他？众生无边不是要消灭，是誓愿度呢？地藏菩萨从来没听过他要消灭哪一个地狱众生，地狱是比恶鬼鬼神更可怕的东西呢，对不对？那才无愧于所学嘛。好，正好那我们这一集就是完全这样聊一聊，学为什么，学何用，是这样，不是只是来，我们总是要讲点营养的东西啊，就卡在这嘛，我气死哦。啊，住啊，卷是专业，屯资源，若有所顿或寻，那不举足一足一种，不举足一种，则一如一之其如水。流水之流矣。我跟你讲，我根据他这个，我可以说他这里是错字，倒不是一个版本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抄正玄呢？尤其王应麟编那个《玉海》，你自己去找那个作者王应麟先生。那水之流，那要么就假借嘛。哦，正玄注你也认同，他就换部首。那人家原文这个我们讲过，不要动手术，原文讲得通的，你就不该动。我希望王应麟这里要讨论啊，不能这样，否则也有可能他这个版本错嘛。可是至少是一个版本，注意，哎呀，你看我们十三经注释也是宋版啊，这个也是宋元。刚看了，至少这两个要不是宋，要是元的版本。那你为什么相信十三经，不相信这里？这里也是引经文呢。十三经他宋朝人刻也是在把古早的传本再刻一次，也严格意义广那个广大的意义，对不对？宏观来论的话，广而论的话也是叫引用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脑袋这么灵魂，你就不会死在一点哦，这不叫引用，那个才叫引用。那孔子直归，然则此则然此徐去，他等于是照抄正玄的注嘛，没有什么。那所以提到以礼聘礼，他既然有这个符号，我们就给他分开啊，就不打我们现在那一种聘礼注。孔子是鞠躬如也，如不胜，如不生，上如衣，下如兽。如不生，好像这龟很重，直着龟，不是直卦啊。因为他右边有这个欧西亚，以为这个是卦字，没右边还有笔画嘛，他以为那是笔画啊，它只是一条线啊。所以如不生嘛，好像这个龟很重，拿不起来。对不对？这上如衣，下如兽，兽好像接收一个东西，要姿态放低。薄如战色，薄我们说生气蓬勃，表示怎样？那种战栗的颜色，对不对？那战栗也是写这个战嘛，对不对？战栗啊，所以这个战就打战。那个色，注意啊，不一定光脸色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表示形态、形状，都可以叫色，懂吗？所以这个战色
诚惶诚恐的这个姿态，这种表痛，这种仪态，这种样貌是非常薄弱，我们就这个薄表示生气薄弱是很明显的，很突出的。那么，然后足是束缚，它是密布的，如有循，有所遵循，好话好如有循，好像有所遵循，不敢逾越，对不对？稍微踩到红线就怎么样了啊？就要有所循，人家教你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不敢自作主张，类似这样。这样就完了啊！都不讨论他这里为什么写数哦，是不是？也只有这样，他等于只是抄书而已嘛。孔子规是这样，那把经文抄一抄，是一时眼花抄成的竹布，还是说真的他看到了经本原来做竹，那就大有问题啦。我们前面提到，用这个竹去看。我们这一集就完成这个好了，哎，真是什么？你看，哎，对不对？哎呦，你看此一期，哎，你这要怎么办？你说这个要标什么色？它也只有这几种，今天就是要住这个，两个版本都是这样，你要怎么办？正好是逐步，就在这里插了。宋元。显然，显语，显然语，然王应龄却不知一词。好，既然没有这个词，我要填。顺便介绍这位，这个很有名的南宋一个大学问家，可是他的名气还不到一般都要用古典的就好。我们看一下啊。善假郎，王应龄对不对？王先生，然后你看他遇害，是不是？你看遇害在他的著作里头是为了。为其准备博学宏词考试时所整理啊，所以其实他就好像我们现在做的讲义嘛。如果考孔子规，你就把它记出来。可他无意间，我们往好处想，也许他抄错，也许他保留了一些，对不对？你要怎么办？然王应龄并未知一词，到底是他，所以我们才怀疑怎样？形容逐步的动了，而不是历来就叫所谓衣服啊。那这里当然就是这个原文的录入了啊。那我们把这个偏题给它弄一弄就好，那叫寒暄，那就好，其他就管不了。焦氏字是一个偏名，可能是《汉书》的。这样就好了，只能帮他，因为时间有限了啊。
然后录这个正文，还有拍这个照片。啊，哎，真的哦，真恨自己太厉害了。那种模型啊，管你什么妖魔鬼怪，我们真的好希望碰到你。人家避之文恐不及，他为什么避之？鸵鸟心态，像那些学生嘛，讲不听，还觉得我们在跟你鬼扯讲神话。哪一天你碰到那这个这些模型啊，在问你，你才知道哦，已经有一个叫孙老师跟你讲，你啊自大，对不对？不听，自以为是，怪谁？自己觉得自己已经是全宇宙了，什么都懂了，那能怪谁吗？啊，另外呢，我们拍我们自己这个。开那么久还没打开，该不会他已经开了，然后先取工具？为什么打不开呢？你还可以这样去把它原始的位置找出来。从开始的原始的位置把它点开，哦，有了，奇怪，那刚刚那个可能功能表有问题。卷都很清楚了嘛，嗯，好，这一集就到这。那就已经看到了，他根本也不讨论，就没什么好讲的了。嗯，哦，这为什么会这样？可见他这个前面一定是没有。对，只要给他加一个，那就不需要。啊，没有。倒是他这里有版本说尖身嘉靖丙辰年哦，所以这是明朝啦，明朝嘉宾们不是元朝哦，该哎规避嘉靖是明朝的，不可能在黄一宁会出现啊，嘉靖丙辰年归身造祖尖身教刊呢，那我们查查那个那这样应该就可以定位了，有吗？所以刚刚是没有这个定位，哦，你看刚刚那个灾民事还给你删掉，我觉得哎，到底不中了，你说这是不是才是真的国文？他一定觉得啊，这个人是来卖广告推销自己的。说修行修成这样，我们何苦要修？做凡夫就好了，还要去修行，跟凡夫之见是类似一样的嘛？哦，好，哎，哦，哎，这多了一个公如也，怎么会有公如也？孔子直归有问题吗？要弄好，不够恭敬。
再来对一个离句，卷灯行不举足，其如树或柳，竹卷断连顿，之言若有所需，不举足。我跟你讲，不一定王应云他们那时候都照郑玄这样讲，他们那时候已经不是那么文言文了，那时候已经有一些白话，像唐朝变文就是开始一些白话文。他们问老师这个到底什么意思，把它讲清楚都没有，就这样照抄照念，就好像我们现在寺院里头像经照念，像同盟教练，你不要管意思，永远一辈子都不管意思啊，才会出现那么多以讹传讹的怪现象。孔子只问到最后到民国把你整个都推翻。所以我说前面那些胡适都要枪毙，都要去地狱，我没提到枪毙了，要去地狱服刑，就这样你害死多少了。你看他这个好像是句号，对不对？他点住卷转，这断错了嘛。孔子之规则然，然则啊，他变成这样断句哪对呢？什么叫则然？那么然此其机耶，那根本都不通。然后这个句子应该是断在这啊，孔子之规是这个样子，就就则，就是这样啊。这是讲此其虚，也是说这个卷顿形是讲其虚的虚虚的状貌。以礼聘礼助，孔子是直规。哦，原来是改成虚就好，鞠躬如也。啊，鞠躬如也。如不慎，上如衣，下如兽，啊，如不慎，啊，这应该这样断句比较好。孔子在鞠躬曰：“如不慎，怎么样？如不慎呢？上如衣，下如兽，薄如战色，足速速如有循，应该是这样，所以我们一样，从鞠躬如也。孔子是之规，如不慎，怎么样不慎，就后面就补充说明嘛。对啊，这样是不是很清楚？所以这也可以画破折号啊。真恨这个没有标楷体啊，所以自信不一样，真恨自己干嘛那么厉害啊。你看还有证据，鬼片冥冥之中就是有人来波比，莫名其妙哦。你碰到鬼碰到中邪会觉得哎呀那么巧合，照片里头的三个，你不信你看那种，是不是照片里头死掉了，是鬼来报复，最后三个全死啊，欺负他霸凌他的全死，这个最后也被附身。你看他最后不是对不对，好像灵魂置换，用他的躯壳，他可能已经死了，可用他的躯壳跟他心爱的男孩子在一起。他有一段是演到原来这个夏一朝演的多坏啊，他帮那个丑女生丑同学穿他，有他可能看到这个人很帅，结果他竟然爱上他，就跟他交往，然后也把他托付给他的那个 CD 也不交给他。我说奇怪，这个补习班里头那个男生不就这个吗？后来我才领会，哇，大概是这样，难怪他也怕他嘛。那他在霸凌的时候后来为什么有点惊恐那样离开，用水去灌他的时候。所以文学语言你要有读的能力啊。以为只是读文章的读，你连这个文字完全没有图像的影音的都读得懂了，这一种不就小咖了吗？有影音的，有影音他一定有语言，有文字有字幕嘛，怎么还会不懂呢？这样我们是不是也是中邪？所以抱歉啊，到时候我们标题会写中邪，中邪太可怕了嘛，莫名其妙。我们自己看，我们实际上 这一集才知道这个字竟然还叫足部，我们才怀疑它是不是跟足脚部有关。好，正好想尿尿，这一集就到此圆满。那这个我一样，我们这里打一打，据他的打啊。哦
据他的打，我们两边打一次才能看，不要被他影响。可是不要打字那么累啊。哦，二孔子归这里，来试看这里相对应的是什么，就这里嘛，这一行是不要的，就是这样。孔子归，礼记玉藻，卷灯行不举足，其如树，树哦，住宿的树，有时候也写这个树。那疏是不是也把它疏通，都跟流有关嘛。哦，它表示你做这个逐步动作要积，好像在蹬什么一样，还是我们前面讲的可能有顿挫啊，走得不顺，可是好像要像疏一样走得很顺。是注疏，也是把文意把它 不顺的把它注顺注清楚，原来注应该就要顺了，还不够再进一步再把它疏通。卷转也屯之言，若有所寻，不举足一种，则一如一是起之，如水之流。它这个还是像正玄这个起应该念之啊，一的下摆好像水在那里流动一样，在那摆动。你看它断句哦，这两个都有断句的。你看它都用则然，奇怪，层层想。则然此徐歇，我问你，则然你怎么解？怎么会断成这样呢？然后什么叫则然？只有则此徐歇啊？怎么会则然此徐歇？然后这样说的啊？我就然则，则然是然则，对不对？那么这样是徐虚，可是别的版本都是则然呐，没有人做然则啊。明明断在下面就讲得通了，就非要停在上面去读。孔子直归则然，所以他版本是一样没有错的。此徐虚，这里有空一格，以礼聘礼助。孔子之直归，鞠躬如也。有讲过然的意思啊的样子或状貌都可以。样貌装貌好像拿不起来东西那么重一样，所以叫举全力嘛，毕恭毕敬用全力全副精神去把它抬。那上如衣下如袖，薄如战色，足束束如有寻。好，这样可以了。那这个它删一删不需要了，这是错的。也是空的啊，接下来这是有的，很绚丽。那这个字只要这样换一个字体，它就不会那么大那么窄了。不是黑的，它 body text 就好。其实它是 head 没错啊，为什么不要 head？ 它是一个标题嘛。啊，不是这空格，是它整个是。这样就没问题了，那我这个可以关掉，因为玉海大概只有这一个，我们接下来还要看其他的，我们再往录音碟
就是这样发现玉海里头有，那你看这个不得了，发现那时候都没注意这个树奇如柳，然后回去啊，也蛮卷顿的结果，再看其他会有啊，这我们看过了，十三经注疏这个论语争议的啊，现在看到这个什么，那接下来可能还是玉海了，一样的啊，那这个是十三经的啊，那么它是水部的流嘛。啊，黄凯巨豆他也没有断句，这是经文而已啊。席上亦然，端席，看他怎么断。君欲行解，解吾大夫即吾事中吾，这是黄侃先生啊，黄侃，黄继刚先生的巨豆啊。徐区都是这样，然后四集。急趋者欲发而手足无矣，啊，急趋的时候是这样，啊，然后手足不要乱摆动，卷断行不举足，其如柳，啊，之如柳，所以他也是这样断句嘛，卷断行三个字他一个断句，因为他也注意卷断是对端行，端行在对什么变形，啊，所以他卷断行一起读，行跟卷断一起读，他不会。是七卷顿，好，这个也可以。好，先这样了。阿弥陀佛，少造业多因缘，让一个半钟头也还可以啊。这学期这一堂课聊了不少啊，阿弥陀佛。